表了人类创造性的天才杰作，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保持一定的距离。此举是为了保护自然的建筑和科技，或是艺术的历史，或是设计的。To bear a unique or at least exceptional testimony to a culture and tradition or to a civilization which is living or which has disappeared. Offrir un exemple éminent d'un type de construction, d'ensemble architectural ou technologique ou de paysage illustrant une ou des périodes.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собой выдающийся образец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поселения, земле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оря, характерного для той или и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ли культур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Culturas o interacción humana con el medio ambiente, especialmente cuando se ha vuelto vulnerable bajo el impacto de un cambio irreversible. Estar asociado directa o tangiblemente con acontecimientos o tradiciones vivas, con ideas o con creencias, con obras artísticas y literarias de destacada importancia universal.美国作家海明威喜爱威尼斯，他说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真正的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冬季灰蒙的光线下，那些被海风侵蚀的纹理仍触手可及，道路如波浪起伏，那是时光制造的塌陷，是前人留下的足迹。威尼斯的时间仿佛停在昨天。世界的另一端，戈壁大地上，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敦煌古城已经融进沙砾，人们在为今天的敦煌塑造崭新的躯体。人类为什么要在沙与海之上建造一座城？敦煌城西北的戈壁滩上，有一条隐约隆起的明暗线。2000年前，这条线曾是高高的塞墙，汉长城。在中国西北部干旱的大地上，有一座巍峨的生命之山——祁连山。丰沛的冰川融水与山区降雨，向北流入一条狭长的断线盆地，滋养出一片带状的绿洲群——河西走廊。从公元前121年开始，汉王朝沿着河西走廊前后设立了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路向西，分开了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羌人。继续往西，翻过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整个西方呈现在眼前。在这条通往西方的重要通道上，
敦煌位于四郡最西端，据守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咽喉之地。这片土地历史上活跃着羌戎人、乌孙人、肉支人和匈奴人。古老的族群为他留下一个肉支名字，敦轰。敦煌，南以祁连，鸣沙为环，一众河流从祁连山北路流出，滋养了星星点点的湖泽绿洲。敦煌郡城就坐落于党河西岸的冲积扇平原，北部疏勒河自东向西一路奔腾，形成了一道阻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公元前111年，敦煌设郡这年，沿着疏勒河南岸矗立起一座座烽燧。这是一个烽火台，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烽火台，它就是守着这个，这条道就是这个甬道，这是当年这个守卫这个烽火台的士兵常年累月砍下来的路，就这个你长宽的啊。这是一套严密高效的侦察预警系统，烽燧之间一般相隔数千米，可以彼此烽火相望，遇到不同敌情释放不同信号，情报在烽燧之间迅速传递。汉代烽燧大多呈方柱形，底宽上窄，高达7米以上。2000多年前，这些凛然的烽燧矗立在蓝天与黄沙之间，盼望着前路，监视着寇巢。这个烽火台彼此相连的呢，它既是道路，你也可以，你了解了这个地方的它那个军事防线的时候，你就可以联想到，这也是长城，汉代长城的走向。这些长墙以土坯沙石为主材，加上芦苇、红柳等植物纤维材料，交替叠压，层层垒砌，再以附近沿泽的盐碱水作为浇凝剂。纤弱的苇草和散漫的沙石被凝结成一体，变得惊人的坚固。敦煌郡境内的汉长城长约300千米，从东边的酒泉郡向西延伸至罗布泊东侧的大戚，尽头一分为二，一支向西北延伸，指向丝路的大戚道；一支向西南延伸，指向丝路的阳关道。它们既是边塞铠甲，也是伸向远方的橄榄枝。如果说沿岸布防要塞的疏勒河是敦煌北部奔腾的防线，那么自南向北而来的党河则是敦煌的生命之源。祁连山西段，疏勒南山南坡和党河南山北坡的冰川融雪化为370多条小溪，
汇聚成地下潜流。再从肃北盐池湾东南18千米的乌兰窑洞出，形成党河的地表径流，古称甘泉水。河流一路向北，时而奔腾山岸之间，时而出山口冲击成山，在荒漠和茫茫戈壁间蜿蜒，仿佛天马奔涌着野性，直到遇到农耕文明的基索。敦煌建成同年，人们在敦煌城西南约12.5千米处修建了马圈口堰，这是古代敦煌治理党河的第一个人造水利设施。人造沟渠如密集的枝蔓延展，灌溉所到之处，一片绿叶在戈壁上浮现。为了保护这片人间乐土，人们在绿洲边缘建起了大型防御围墙，这就是敦煌历史上的古塞城。这些围河的长墙保护的不仅是城市，也包括绿洲内的村庄和四郊的农田草场。敦煌建郡的这一年，城北聚沙成塞，城南筑堰控水，敦煌郡城在长城塞城的层层保护下，成为这个向心结构的中心。何为敦烘？这两个字的原意随着肉汁语言消失成为了谜，但这古老的发音后来被赋予另一个意义，变成了盛大的祝福，敦煌。亚平宁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的夹峙下，古老的波河平原延伸到陆地尽头，走向了亚得里亚海。河流也从平原奔向大海，河水与海水角力的交汇处，河沙沉积，形成了狭长条的障壁岛。被障壁岛包围的区域与大海相隔，形成细湖。就在这西湖的滩涂中，升起了地中海的明珠——威尼斯。Venezia è il nome romano dei Veneti. Venezia, cioè plurale, il che significa che c'erano molte isole, molti centri in cui vivevano persone. Non c'era una città vera e propria. Abbiamo delle testimonianze che risalgono al V secolo d.C. in cui si descrivono queste aree dove vivono pescatori che, diversamente da tutto il resto della popolazione dell'Italia e direi dell'Europa, non vivono dell'agricoltura, ma pescano, acquistano sale, lo vendono e così via. 今天，那些拱廊穹顶所在之地曾经是一片无人垂涎的滩涂，遍布的沼泽淤泥变幻莫测，使它成为战争中最好的避难所。
公元前133年，汉匈从和亲全面转向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部分匈奴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向西再向西，终于在公元4世纪引发了一连串跨越亚欧大陆的民族迁徙运动。被驱逐的蛮族向着永恒之城罗马倾轧而去。Le invasioni barbariche e quindi il progressivo declino dell'impero romano hanno spinto le popolazioni, alcune popolazioni a rifugiarsi in laguna e quindi hanno cercato un'area protetta dalle continue guerre, arrivavano in un'area a cui non interessava nessuno. 公元5世纪初，大陆的难民开始不断涌向西湖，并在公元6世纪末达到顶峰。而当伦巴第人由西向东横扫亚得里亚海沿岸城镇时，靠近陆地的沼泽地带也不再安全，人们开始往西湖更深处迁移。从北方来的人们汇聚在托切罗和布拉诺，西边来的聚集在靠近外海的帐篦岛。Queste isole che rappresentano un rifugio inizialmente temporaneo e poi sempre più permanente per questi rifugiati。托切罗岛是最初的移民登陆点，岛上始建于公元639年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也是威尼斯最古老的教堂。教堂前至今仍有一尊石头打造的匈奴王阿提拉的王座，它是战火留给这座城市最初的恐惧，也提醒着世人威尼斯人绝境求生的命运开端。公元809年，法兰克人自海上入侵，经过一年的战争，威尼斯获得最终胜利。这场胜利让威尼斯免遭被法兰克吞并的命运，也让他从对拜占庭的附属中赢得了独立。但这次来自海上的威胁让威尼斯人决心将聚居中心汇聚到西湖中央的岛屿，在那里大海可以隔绝来自陆地的危险，沼泽和帐篦岛可以守住海上的进犯。这就是今天威尼斯市中心所在的里亚托。从此，里亚托作为这座梦幻之城的心脏开始跳动。Ufficialmente Venezia nasce nell'810 d.C. Questa è la tradizione e tutti i veneziani sono orgogliosi di questa data perché significa che la propria città è nata dal nulla, dalle acque. 当历史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一片沙中的海搅动了远方海中的沙。敦煌和威尼斯这两座城市的命运都起步于荒芜，在流动的沙与海中，一个沙中逐水而居，一个水中故土为城。2017年夏，敦煌党和西岸旧城敦巷的民宅响应城市规划陆续搬迁。民宅不远处，这个高约16米的夯土残垣被称为旧城敦，
这是2100多年前敦煌郡古城西北角角墩遗址。每一个残留的局部都在呼唤着我们的想象。宽约14米，深约3米，并从西南角引入党河水，分水两路绕城而流，再从东北角合并成一股流出。城墙与城壕之间筑有养马城，这是一种西北古城常见的防御矮墙。作为西北边防的重镇，敦煌城还在布局上采用了防守更好、内外城相套的城郭模式。内城称为子城，是郡守治所、官府衙署所在。外城称为罗城，又称为郭，主要安置商业区和居民区。因为在古代它防御体系啊，它分几块，一个就是罗城，它是一个防御体系。第二个呢，防御体系呢就主要是子城。子城因为政府办事机构在这块，如果这个城一旦被突破，基本上这政府就没了。所以子城呢，它是城中心部防。Thank you.
祈福、游玩，寄托来生的希望。三危山与鸣沙山沙漠之间流淌着古老的荡泉河，在古河道西岸一段长达1680米南北走向的崖壁上，镶嵌着735个佛教洞窟。自公元366年，有角僧月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一直到14世纪，不同时代、不同面孔的敦煌人在这片崖壁留下了延续千年的开凿痕迹。妙岩which means wonderful cliff. So we went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so I saw the sun come up in the east. It is directly opposite the cliff. It was quite a magical moment to imagine the silence, the beauty of the light coming into the caves, and you could see that it was a very special place.这些形制各异的洞窟仿佛一颗颗时间胶囊，保存着4.5万平方米壁画、2415尊彩塑，记录了1000多年间敦煌城市的命运起落、敦煌人的家族兴衰。人们在洞窟中刻画信仰，也刻画河川、草木、万物生灵，刻画城市和家园，刻画生老病死和自己的模样。洞窟里，古老的敦煌还像昨天那般五彩斑斓。洞窟外，那座城已经过几个轮回。16世纪，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地处关外的敦煌从此废弃，民众内迁。直到1723年。清朝政府重整西域，设立沙州所，将西北地区56个州县的移民迁入敦煌。2年后，党河西岸的汉唐敦煌古城毁于洪水，人们在党河东岸建起了一座沙州新城。岁月沧桑，那新城也已经变作旧事，但大地上的生活远未终结。一副全新的躯体再次在沙漠绿洲上生长出来。如今的敦煌城，城市建成面积达到15.58平方千米，横跨党河两岸，覆盖了河西的汉唐古城和河东的清代古城。城垣生又灭，再生再灭，又再生。而城外相望的莫高窟，却好似不灭的灵魂，依然是我们对远方的乡愁，对盛大的想象。
海是飘零的，石头是稳固的。这些石头被雕刻成枝叶、藤蔓，塑造成柱子、拱廊。他们曾随着财富的积累，漂洋过海，从各地汇集到这里。十五世纪初，当早期的木质建筑慢慢被拆除替换，威尼斯成为了一座漂浮在亚德里亚海上的石头之城。这座石头之城以大海为镜，水面之上的繁华仿佛是极薄镜面折射出的幻影，而水面之下，黑暗沉寂之中，隐藏着它更真实庞大的生命根系。这些天然的沙洲群岛是河沙与海浪决力的产物，沙洲之间是错综复杂的天然河道，一块块露出水面的土地随着潮汐涨落时大时小。Venezia è nata praticamente questa è l'acqua, questo è il fondale, ogni tanto emergeva in certe ore e spariva in certe altre perché c'era l'alta marea. I veneziani hanno sfruttato queste terre un po' emerse e hanno cominciato a fare le case. Sì, cominciavano a piantare pali, molti pali. 无以数计的栗树从意大利北部森林中被砍伐下来，人们将其中一端削得像钉子一样尖，一根根扎入水下幽深的泥沼。木桩必须扎进被称为卡兰托的粘土层，这是一种很坚固的白垩土，一般位于表层土壤十米以下，被威尼斯人称为生命的基石。木桩上铺设两层木板，再用伊斯特拉石叠砌房屋地基。这种来自伊斯特拉半岛的白色石头可以耐盐防潮，抵挡海水侵蚀。除了作为地基，也被广泛用于建筑外墙、门窗以及装饰雕塑。威尼斯这些美丽而沉重的建筑就铺压在水下那密密麻麻的木桩上。里亚托桥下大约有12000根木桩，安康圣母院下方大约有超过100万根木桩，而在整座威尼斯城下，木桩的数量超过了1000万根。它们仿佛一片向下生长的森林，托起海面上的这座石头之城。一片蔚蓝中，那些由木桩方阵托起的迷你岛屿，星星点点，逐渐沉积。隐约中，仿佛一条大鱼，正慢慢浮出水面。而那些丛生的岛屿，就好似大鱼脊背上的鱼鳞片片。威尼斯的运河边缘，往往建有与运河平行的步道长堤。它们以木栅和堤墙夹固成型，是人造陆地和海水的分界，承受着岛屿土地向外的张力，又抵抗着海浪拍岸的撞击。这些步道长堤勾勒出了鱼鳞的边，每片鱼鳞形状各异，内部却有着相似的结构形态，
最初，居民以教区为中心聚集，人们围绕着教堂建立起城市最基本的公共空间单元。教堂的位置一旦落实，位于教堂正前方的广场也就随之确定。大部分广场都设有公共水井，用来储存由船只从大陆载来的淡水。广场的其他几侧被权贵的宅邸围合，后面分布着由盘根错节的窄巷串联起的普通民宅区。几乎每个广场都有一条边开放向河道，人们可以在此登船驶入运河，那些步道长堤也在这里与广场融为一体。威尼斯大部分的城市公共生活都在广场举行，生意买卖、弥撒后的聚会、在水井旁的寒暄，都是广场最寻常的社交景象。今天，广场仍然是威尼斯人生活的中心，只是从大陆输送过来的管道淡水代替了水井，成为广场的水源。水对于威尼斯的意义不止于饮用，随着岛屿的分布越来越密集，环绕在110多个岛屿之间是170多条如毛细血管般的水道，它们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循环系统。西湖每天会迎来早晚2次潮汐，涨潮时新鲜的海水涌入西湖，退潮时水流从西湖流回海洋，带走垃圾。潮汐是西湖在吞吐呼吸。沉缓的河水比海水更容易腐败变质，所以潮汐还负责调节着西湖中海水和河水的比例。在那些潮水难以到达的水域，会因为循环不佳导致腐物沉积，水质恶化，成为瘟疫的温床。公元9世纪初，在迁移到里亚托的同时，威尼斯人开始在天然河道的基础上打造这座城市的主动脉——威尼斯大运河。它平均深度约5米，宽30至90米，全长3800米。西端深入西湖，东端通往圣马可湾，呈反斜的 S 形从群岛中间蜿蜒穿过。涨潮时，新鲜的海水可以畅通无阻地涌入开阔的大运河，并被推送进170多条狭长的河道，如同进入城市毛细血管的每个末梢。大运河的流动是这座城市生命活力的保障。直到今天，海水仍在有效地行使着它的职能。E c'è un po' di brezza, il canale grande si muove. No, c'è questo movimento delle onde. Questo movimento delle onde porta la luce dentro i palazzi, per cui tutto vibra un po'. Proprio hai la sensazione della vita di questa cosa qui. È tutto un po' in movimento, è una cosa stupenda.曾经，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经过大运河进入到各个商行，借由这些货物积累下的财富，人们在运河两岸建造起了教堂、银行、商铺、奢华的府邸和宫殿。1180年，威尼斯大运河上立起了第一座桥——里亚托桥。12世纪开始，
400多座桥梁将100多个大大小小如鱼鳞般的岛屿彼此连接。几十个原本分散的教区被统一划分为6个行政区。威尼斯生于罗马帝国崩塌的瓦砾之中，成长于荒芜，但在应对自然挑战和维持城市生计的过程中，散装的鱼鳞终于化零为整，成为一条游曳在亚德里亚海中的大鱼。1500年，威尼斯已经成为我们熟悉的模样。雅各布·巴尔巴里创作的木刻版画《鸟瞰威尼斯》，是威尼斯16世纪的城市写真。鱼背之上，远处的天际线是欧洲最高的山脉——阿尔卑斯山。大运河中间，作为城市经济中心的里亚托桥，是这条鱼儿的心脏。鱼尾部的军械库为这座城市打造庞大的舰队，是威尼斯的军事中心。在圣马可湾的波浪中，海神波塞冬允诺，我在这里保证海港风平浪静。海湾上方是这座城市开放向世界的客厅，圣马可广场。在这里，代表威尼斯政治权力中心的总督府和代表神权的大教堂比邻而立。